兰黛儿，她去后台干什么？兰黛儿，谢好。大人，谢好还约定，已经把东西放到了后台。红罗，谢好。难道是兰黛儿让谢好再次从红罗那偷了珠子，放在后台？所以，兰黛儿去后台是为了拿珠子。他是看戏。这效果也太逼真了吧！同母提盼过，百死难赎。今夜此时，昭儿罪行，是谁先一步拿走珠子，留下这字条？逼真了吧？那不是谢好姑娘吗？谢好姑娘不是谢好姑娘，我这不是戏吗？傀儡作恶，企图当众，狗官尽在。